哎，从哪门打进？我是不是不小心研究一个更快的跑法？走上坡下去骗气，这个拉开了0.3吧，现在要28了，要28，我就28，这个左弯28，我来，抓到，128.8。好，那就是目标128，从这样开始。这个影子是上次跑的啦，好像是27.77吧，29.71，我爸前天跑的，练了一下啊，没满，没关系，这边的话就一颗气下去吧，少一颗气这边要断位，感觉没有28嘞，又上来了，上去跑了。还有半圈可以救回来，甩马达进，我是不是不小心研究一个更快的跑法？走上坡下去骗气，这个拉开了0.3吧，好像有点快耶，我是不是28了？因为我不小心研究一个好强的跑法，我天，那个走一个上坡，然后。骗气下去，我有个快的啊！我是在一场28了，感觉有机会哦，拉开好多。后面再追一点，后面过去一点。有，这个双甩往前，这里哇，真的没过好，还行，应该有28，应该有，有机会。最后的左甩要保守，按要贴保守好了，拉车走，顺开。差一点，哇！搞得又是一个想要跑进那个秒数，然后端游的那个手游的推蛮快的，因为我记得这一张图在端游是上线的2019还出吧，所以是上线的时间还出，但手游的上线1.5年就出了。我怎么练？重复撞同一个弯。好了，那都是神域诸神世界，这张也是我练了一阵子，练了一阵子了。那就是刚好是在我生日大改版，所以当然要好好来刷一下这一张啦。然后等一下跑完之后，先大家简单讲解一下这张的一个跑法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部分，我们先努力的刷看看。那大家也欢迎在就是留言处分享你的成绩。啊靠呗，没满哦，少一颗气，尴尬，这边加点喷来救一下。后面如果都压到单喷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掉底。单喷，超低的。我硬救回来，还行吧，单分啊，差一点，不过还行，没有落后太多。就这个左弯直线出去之后，小飘，帅 ，nice， 这边左弯只要不失误就好。现在要28了，要28，我就28，这个左弯28，我来，抓到。128.80，好，那就是也刷进了我自己目标的一个成绩128。然后我们这个简单来跟大家简单就是教学一下，一开始是一个段位之后连喷，然后再接个连喷之后开气，接一个最佳化漂移，记得这边应该再反向来一个段位，因为这边气才可以刚好推到右边这边来，这边是一个双甩脱漂，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微调之后拖延续，之后这边是一个左甩的一个部分，你可以压片气，你也可以不压片气，那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。那这边是做一个段位之后接这一个进洞，段位进洞，左脱漂接一个反向机器断漂补气的右甩尾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拉车头，这边的话是直接落地，直接右最佳化，
然后再接一个左最佳化，但我好像两次的最佳化都没出来，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段位吧。落地之后，这边是一个脱漂，记得这边都要一直拉你的就是甩尾键，去让你的车身可以稳稳的吸在你的地板上面，然后持续用断漂补漆的一个方式，是将你的漆给补回来。能够脱漂延续就脱漂延续，那不能够的话，你就稳稳跑也没关系。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右甩单拖，这边单拖比较稳一点点，因为当你氮气够的情况，我会习惯前面先补了。然后这边是要本来要挤两颗气的，那我这边是失误了。如果你挤两颗气的情况的话，你的云霄飞车就可以全程加速了，就不会像我那样那样疯狂加档分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加速轨前面那个段位最佳化漂移顺开。当你气是满的情况的话，也是可以顺开的，因为气是够的。聚焦漂移这边尽量做最佳化啦，就是当然因为这边算是最难的地方，很容易失误，所以如果没办法做最佳化也没关系，就稳稳的跑就好。那我这边因为气太短，所以我是加了两个单喷，但是还是稍微有点推不太到底，差一点点，所以这边慢了一点点，所以还是刚好踩到加速轨，然后开氮气之后左脱漂。这边是一个上面甩比较甩尾，下面就做一个片气拉车头。这边要外切内，外切内，记得外切内，不然你很容易撞那个里面的脚。外切内之后落地，这边我觉得压片气比较好，但我这次是没有压的，所以我这边是甩的比较大力一点点，甩很大力之后下去片气单喷，最后是进到我们的洞穴，准备迎接我们的1分28。那等一下也来带大家跑另一张，就是神域的一个新赛道，是光之路，诸神光之路，神域光之路。好，最后这个左弯的部分就是一个台贴失误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失误还好，应该只差零点几秒而已。第一夜绝，哦，好贴！他这边蹭一下很强，这边蹭这一下之后，这边就可以直走。就跑法上面的话就比较快，当然他蹭那一下是有点难度啊，大家可以斟酌一下，斟酌一下。因为这是全服第一夜绝嘛，而且卤蛋好像第一天跑出来的，所以还可以更快。哦，好贴好贴，他好会蹭这一下哦。跑法差不多啦，基本上前面不太一样而已，其实后面都单红脚印。他这次路线过比我好，这个成绩是27，单喷，那气蛮长的，但是没差啦。这边下去之后左脱漂，哇，直接偏气哦，直接片气好像更快哎，我还点一下，我这边，这边也不一样，我闻到我可以进28的味道了，我看到几个点应该可以更快的走，气好长啊，真快真快真快。